藏王佛像旁摆满一排排化解冤亲债主的牌位，上面却有韩国瑜的大名。可能是欣赏他的人啊，我们也都会帮他祈福啊，我们这里信徒也是都会啊。而且他的这阵子的那个，就是说他的言论什么也能够让人家觉得他蛮正能量的。不止记冤亲债主，药师菩萨一旁消灾解厄的牌位也有韩国瑜的名字。你没有生病的话，我们是来学习，就是可以开发我们的正能量。气场比较不好的时候，或者说啊起嗔恨心啊，或者说种种动了不好的念头的时候，他就有那个机会啊侵入我们的身体啊，所以我们就会来，就是说在寺院里面。我们都会有共修祈福嘛，啊也会诵经，借由超度诵经回向给冤亲债主，累积功德，增强运势。牌位上还压了明年1月17日的日期，原来祈福为期7期49天，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后的6天，亲戚就来为他祈福，施政顺利。一定都会为国家的那个领导人物祈福，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物都能够身体健康，智慧明朗。领导我们全民能够走上康庄的大道，替韩国瑜消灾祈福，不只盼麦菜郎鸿运大展，也希望港督在他的领导下，市民都能够跟着依风十足。记者黄家伟、陈心怡新北报道。